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工，今天在仓库给他们煮的玉米面啊。哎呦，这个来往吃个饭是比较麻烦的，一直我在撂给他吃，但他一直不敢吃啊。我们家的毛球一直盯着他这碗饭啊，毛球自己都有，但他都吃完了，他还要吃来往呢。啊，来往吓得都躲到这个墙角里边去了啊。看看我们家的毛球多么霸道啊，把这个来往都给他逼到这个悬崖峭壁上面去了，实在是太霸道了。为了让来往吃一点，只能把他拴着了，我来拴着他，你看来往才跑过来吃饭呀。刚把这个毛球解开，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抓了一个老鼠啊，应该是他昨天抓的啊，他掉到我面前了。在我面前这个炫耀呀，啊，肯定在想看看我抓的是什么。哎呦，这个老鼠啊，猫都被它追进了啊，猫追进了也不吃啊。哎呦，又给它，我想给它扔板了的，结果它又给它叼走了。看看叼一个死老鼠，傲得不得了啊！我喊了它也不理我了。哎呦，不就抓个老鼠吗？你看看，傲得不得了啊，都不听我的话了。我给它按倒了，还叼这个老鼠呢。它就在跟我讲，哎呦，它就是个猎犬啊，抓个老鼠轻飘飘的事啊，在这跟我炫耀嘞。这个狗不错，以后就在我仓库里面逮老鼠，我看不错啊，这是猫狗二合一，都不用养猫了，直接帮我逮老鼠了。我给它按在地上抚摸它，都要咬着这个老鼠，感觉在我面前就想展示它的厉害啊。我前来都放弃它了，我都想把它当一个宠物了，结果呢今天给我抓了一只老鼠啊，不错不错啊。他只要叼了这个老鼠呢，我就抚摸抚摸他的头啊，我就讲好厉害呀。结果呢他就抓着也不放了，他知道他这个抓这个老鼠非常高兴啊，主人是非常高兴的，他就在这个在我面前一直叼这个老鼠转来转去给我看。哎呀，笑死我了啊，都不舍得扔了啊，感觉这个老鼠都被他折磨死了的啊，他也不吃，他就在那叼着，然后这个猫都被他追进了。这个老鼠死的肯定很惨烈呀，还是养一只狗好啊。我以前在仓库扔的那个老鼠板子、老鼠夹子，这个老鼠都不上当啊，竟然被狗逮住了，不错不错。我估计这一只老鼠在我的仓库都生了好几窝了，偶尔能看到有老鼠，但是你就拿它没办法，你逮不住它呀，它窜的太快了，没办法。今天我们家的毛球给我出气了啊，终于把这个大老鼠给我逮着了。我们家的毛球虽然长得丑，但是还是比较有用的嘛。啊，这几天没白养它呀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叼着老鼠睡觉吧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。